我拿个那个。这有我，去那边吧。谢谢，没事。啊，对了，你帮我把那个金文的犬拿过来一下。那你自己注意啊。嗯。哪个是金文啊？我长得像狗的那个。都像狗啊。你就像狗。啊，对，就这个，谢谢。行。走了。去就吧。不打，打，不打。哎呦，烦死了！就我到底打还是不打呀？气死我了！小丽，你干嘛呢？我没有给方伟打电话。你俩又吵架了？哎，想打就打吧。有坡虚下，直虚下，木带无坡，鸡丝驴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两年了，你不也一点长进也没有？还不如别人赵分周两天的进度呢。什么进度？刚刚周晓出去，我看赵分周也偷偷跟他出去了。你还在这站岗？他们去哪儿？这种私事你问我？